那实际上我会不会一定要很在乎它前面走多少？用它一个陨石掉下来，你要去估算它什么时候撞地球。开始，你要跟偶像看到它是时候开始算嘛。你要去，我们要去研究一下这陨石跑了多远。那跑多远不关你的事嘛，对不对？你现在知道它速度了，你现在知道它方向了，你现在知道它的点。我应该发射一个导弹出来。OK， 你就偏题了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是在乎的是时间开始，啊，时间开始的结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加速运动，加速运动，但是加速运动它的速，它所走距离多少？因为时间一之后，它所走距离多少？就是 TTB 啊，TV，像跟刚刚一样哦。 假设末速这个点是速度是 v 的话，它所走距离也是 v t 哦，这样对吗？没，那个末速度的点还是 v， 这个点在这里嘛。这是它现在我们知道在 t 世界上的速度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它是从速度为零开始加速度的，加速到这个点它速度是 v， 其他这个时间所走距离多少？不，它应该是t和t左右。好，有没有错？这个面积嘛，对不对？同不同意？没有啊。所以等于什么？二分之一 v t 有没有问题？所以 s 等于二分之一 v t。 对啊。但是呢，啊，这个东西你看到我们现在没有背任何公式，我们现在只知道这个观念中，我们这样走哈。假设我现在不知道 v 是多少，啊 ，v 是 unknown， 那这会等于什么？ 二分之一 v 改成 a 来表示，哎，改因此知道加速度。同学们，这加速度是 a， 加速度是已知，这是加速度是 a， 取上二分之一 v t 怎么改？二分之一。好 ，v 等于 a t 知道了吗？啊，什么 ？v 等于 a t 对不对？对啊。带进去。最后会得到二分之一 a 的 t 的二次方。哦，非常好，二分之一 a t 平方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。刚刚讲出口，不要讲脏话了，看什么东西。 对，像吗？国一般的讲脏话会不会叫出去三分钟啊？出去啊！高中真的要加倍六分钟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都讲那种啊？早上中间讲话，谁讲先上？三分钟，不是，就出去三分钟，出去三分钟到底干嘛？所以你啊，出去三分钟，想一想，静一静，好吧？我参与，好了。 那我们继续往下啊，看一下。假设我们的速度不是这么单纯啊，我们速度是有初速的。有。我们一开始有初速，这边走了一个。有。这样子，想要走多远？加回来。S 等于多少？V0。V0非常好。所以呢，假设这点的速度是V0，对不对？这点速度是V0。 所以它走了多少距离？它就是 b， 应该是 b 0开始 ，b 0乘以 t 乘以 t， 就是 b 0跟 t 那个是常数 ，b 0哦，没有是 b 减 b 0 b 减 b 0乘上 t 再除以2 ，b 减 b 0乘上 t 再除以2，这样就好了。对啊，啊就断上面那个三角形就好了。那你只要算，你只算出三角形。你这样不会算出三角形。对啊，你算出三。 但是它加上去，要加上什么？加上什么？下面我们就不管它。当然要管它。不是你只要它速度就好了。没有，我们所走的距离呀。不是减掉就好了。谁减掉什么？减掉它刚说的那一块。谁减？那你还是得再讲。你别把话讲，因为写在哪一块我听不太懂。对啊，你就省。V 减掉这一块就好，省快的。有没有？V 减掉这一块，v，因为你减v0，是吗？只二分之一，六分之一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把它解开哈 ，v t 减二分之一 v t 加二分之一 v 零 t， 哇，终于，二分之 v t 减 v 零 t 啊。 所以我不懂为什么图形是这样算的，然后就是说等于二分之一，直接用 t 减就算了。为什么是算 v 零？没有，我们要从照中开始。
高中出发。他完全不懂啦，他自己生出来都是他完全不懂啦。不懂啦，所以他等于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。从中开始的。好，所以是等于 OK 二分之一提出来 ，V T 零加 V 零 T， 这也错啊，这也错啊。二分之一 T 是对啊，你不应该把二分之一 T， 可是正在哪里错了？整块的面积没有错吗？没有错啊，把 T 对 T 提出来。T 提出来，二分之一 V 加 V 零乘上 T。T 是要出来。不是，不是啊。你说它这个是没有错的，左边这个部分吗？它这是左边这个 T 型面积的部分吗？到底加上没有错？对对对对对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我不懂。到底为什么是 feeling 乘上 t？ feeling 就是感觉。不是啊，这个。同学，同学，同学，我们知道嘛？这一条线跟时间轴所围的面积就是啊，所走的距离啊，所以它要算下。那你为什么只算这一块？我也不太懂，你为什么只算这一块？啊，这不是我们一开始我们从后面开始加速嘛？啊，那是前面起始。它除掉这个速度不会产生距离吗？前面起始速度都不知道，我除以我管它干嘛？啊？有在图里面。我的意思是前面我才讲、啊、你听我讲啊，你的意思是我从静止开始跑，跟一个已经跑很快，跟我同样加速，他跑了跟我一样的距离吗？不合理吧？当然不会啊，他越来越快，他更比我更远啊，比我跑得更多啊，对不对？他多这一块啊，是啊，就是那一块，就是 V 零乘上 T 加上 V 零乘上 T，V 零减 V 减 V 零乘上 T 除以二。就这个面积来看的话，这是 V 零 T 没问题吧？对。这一块面积是二分之一 V 减 V 零乘上 T 也没问题吧？没有啊，你加起来就是。对，这两个相加就是等于这个样子。所以你的所走的距离就这么多，但是前提是、哦、这个前提是你已经知道末速度了。你知道末速度了。哦。假设我再问你，我不知道末速度，我不知道这个 V， 同样的我只知道 A， 那它变成什么？那你知道？好、oh. ，我知道 A， 大部分情况都知道 A 啦。那就等一下 A 代表了。OK， 把 A 把 B 换成 AD， 顺便把 B 换成 AD。所以我有问题。是你说 ？A 在那个图形里面，先讲图形而已，到底是哪？斜率。我们是讲过斜率 ，BD 图上的斜率代表它斜率。OK。然后这就是 A 乘上那个一个未知数，就是不知道会跑到哪里。乘上一个时间呢、啊？斜率 v 等于 t 啊，对啊，等 v 等于 a， 哦，对吗？对对对，嗯 ，v 等于 a， 嗯 ，v 不是 a 啊 ，v 等于 v 零加 a， 对，哦 ，v 零加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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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带进去之后，我们的 V 零就两倍 ，V 零就会等于什么 ？V 零 T 加上什么？二分之一 A T 平方。啊，就得到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是不是？如果按照课本的话，超大的，它是相乘。公式是二分之一啊？你这个超级大的。那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相乘。哪边相乘？超伟大。你现在是。哦，加上超零，加上不就 ？V 零 T 加二分之一 A T 平方，啊，就是二分之一，是吗？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了，基本上啊、哦。在这个部分，我不建议说一定要把这五大公式背起来，因为背起来是让你很有用。但是呢，你只要理解 BD 图的意义之后，再加上这两个基本的东西，你就都 OK， 你就突破哦。啊，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处理了。啊，你看懂吗？没有，我就突破哦。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在这个上抛运动这边，还有其实有个有趣的，你看第二次12次啊，二次12次他刚好反过来处理哈，反过来处理，他说假设他有一种题目这样讲哈，假设呢，这是一楼，这是二楼。有个人站在这边，有个石头掉下来打到这个人的头。哦，我
是吗？那兔头的滴到他，差点滴到他嘛，学长就告他，对不对？有滴到我没有？学长快估计说他吐下来的时间经过多少时间，他想知道这个事情，我在想知道说他到底落地的时间是不是有多少，万一他这个一个口水打到我会不会死掉，他想知道那个数据吗？对呀，学长知道的。好，所以呢他已经知道了这个距离是 S。好 ,S。他知道重力加速度是 G。请问一下这个口水落到他头上之前速度是多少？ S 乘上 G 然后乘上口水的质量。是。重力。再想清楚，好，想清楚。不用，我现在就说口水，一样不考虑空气阻力。口水，呸！然后这口水灌掉头上之后，这速度到底多大？速度，速度，速度，速度啊 ！S 等于 ，S 等于 ，S 等于 BT，T 分之 B，T 分之 B，T 分之 B 分之 B， 等于二分之 AT 平方克。这都不能用这个东西的，你现在在乱带公式。哇！因为你用的是这个东西， yeah. 对不对？我靠，我反了，所以应该是 V。No， 这个是你是写反了没有错啊？但是我们应该想的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先把 V D 图画出来。要先把你得到的东西先想到。对，先把你的资料先提出来。这是一个，这个先写。你看，这是一个什么图？这 V D 图是一个等加速的图，对不对？所以等加速度先画出来。OK。好。等加速度之后呢？这一点的速度是多少？我不知道。这一点的速度就是 AT。OK， 或者 GT 的哈。好 ，GT。GT 就是 A。GT 就是 A， 对。它经过多少钱？它经过多少钱知道吗 ？T。T 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好，但是这个面积多少？这个面积 S。S。S 知道了吧？嗯。那 S 我们刚刚讲，这个 S 应该等于二分之一什么？二分之一 G T 平方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求就叫。哇哦！我知道为什么不要不要不要。是吗？继续。三点的面积。人家会有根号。有根号，根号，所以根号困难了。老铁，我在为同学着想。啊，是是是。但我根号是重点，不要再怕了，好不好？有输过，没怕过。好，非常好。有酒量没有酒量嘛？对好 ，OK， 二分之一 GT 平方。接下来呢 ，S 知道 ，G 知道，所以不要上去 D。可以。D 等于多少？根号。根号。嗯。嗯。你们有多少人呢？你们多少人呢？同不同意？我不知道。啊？哇，你跳太快了。啊？那就等下这样子没有用啊。慢一慢就好了。可是乘过来的，不是你要一步一步来啊。啊，对啊。二乘过来 ，G 除、oh. 过去，好的，对，开根号。好、oh. ，对 ，OK， 就没问题了。可是为什么开根号？它应该是开 T 的根号，不是开人家的根号。啊，它是乘在一起的。同学 ，x 平方 ，x 平方等于 y。啊。那根号 x 平方等于什么？根号 y。对啊，这是等于 x 乘以 y， 根号 y， 哎，同不同意？同意啊。那只是把 x 换成 t 嘛。x 要掉。就是等于这边的开根号。啦啦啦啦啦。对吧？这个 y 就是 g 分之二 s 嘛。所以到这就是 g 分之 y， g 分之二 s 开根号。有问题？等一下，它为什么会变成？等一下。它怎么会变成二分之 s？ 没有变二分之 s 啊。g 分之二 s 开根号。对啊。为什么会是二 s？ 这个分母的二是放到这边是变分子。这个 g 乘在一起放到这边是变分母。就是 g 分之二 s 有问题。你说二分之一为什么放到等号里面就变二吗？没的，可是二分之一。那个麻烦一下，那个请数学老师好好处理一下。等等等等。他换过去之后，他反过来之后，他再变成二嘛，他就变成二 s， 然后继续再过去除。哦，好，没事。OK。等等，真是。但是。好，他后来这边就会剩下 t 的二次方，然后你把 t 的二次方开根号。然后两边都要根号。那个赵总。哦。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，所以我们下个再处理。哦，我懂，因为 T 开根号跟这样开根号，然后 T 开根号完之后，它就会。
对吧？好，所以我们知道时间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速度是多少？刚刚是知道算速度，对不对？速度是在这边等于 gt， 速度等于 gt， 所以等于什么 ？g 乘上什么？根号 g 分之二 s， 所以等于什么？等于什么？等于根号的几倍？根号二 g s。好。OK， 所以就得到末速了。s 这边是距离呢，是那个高度。所以当你告诉你说这高度是多少的时候，选一个算出这个末速吗？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我得到加速就可以了。OK。好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基本上算这个，我们用的还是这个图啊。我没有别的东西，没有别的东西哦。可是你这样可以理解。我觉得下次那个高度可以换 h， 因为 s 你就重叠到、那个。对。好，这样就 h 哈。好，但是我用 S 主要是因为我不想直接把那个公式这个二至十五式带进来。你看二至十五式是不是我们现在都讲了，一直把那个开根号就变成二 gh 了。哦，不是，二至二十。二至二十其实也是啊。更完整。你看二至二十是不是就在这边？哦。有没有？二至二十看到没有？你把这 h 来，把这 s 换成 h 是不是就二至二十？对啊，有没有二至十五？是不是就这个东西？二至十五就这个东西，有没有？一样的是你把这个 h 换成 h 就好了。哦。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推导，你都自己会推导。什么题？你看 a 等于 b 等于 b 是速度。好。所以反过来的话 ，b 就会等于 a 等于 b。所以我们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啊，既然这个都会了哈。问一个问题，我知道，对啊。有一个人，他丢个石头出去，假设呢？我是石头啊，那个石头的方向。我是。假设这个三角形是三四五的三角形，三四五的三角形知道意思吗？随便啊，三四五的三角形知道什么意思？毕氏定理。毕氏定理，变长为三跟四的话，斜边多少？哦，对不对？因为三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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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通常自然老师都很讨厌数学老师，所以拜托哦，这个要想一下。假如我丢出去的时候呢，我的石头速度是二十，每秒二十。好啊。问一个问题，它的最高点，它的最高点需要多少时间会到最高点？它的最高点。它什么时候会到最高点？增加扭力的时候。它出去就。它不会没有力啊，它在整个运动过程当中都受了一个力。对啊，对哦。一定要三四五吗？三四五真的很丑。三四五很丑，因为你用二十。啊 ，g 等于十。二十除以七又除以七。g 等于十，好不好？好，很丑。关键怎么样？好，我们用一个标三四五的。三四五真的很丑啊。用尺速度。函数。对，这个跟两个一点毛关系都没有。开心吧，开心，四十五度，这个用四十五度角往上丢，丢那个石头，只要这石头最高点的时候是几分钟？是几秒钟？我花了几秒钟。速度是二十啊，每秒二十。哦。首先这边三四。没有三四哦，四十五度了，因为有人觉得三四五很丑，我们改成四十五度了。好，那最漂亮，对称的。高龙宝霞，等腰三角形。他丢到最高点，斜一张票，什么三角形？就照理来说，当他丢到最高点的时候，他还是等腰三角形。哪边是等腰三角形？他的那个。没有关系，是，没有这个现象。你要求它的最高点。最高点，最高点这个现象是什么？速度变慢吗？速度变慢。速度为零。速度为零。
什么速度为零？往上的速度。OK， 往上的速度为零没有错哈，就这个现象要从往上的速度为零来思考这个问题。两秒。啊？为什么是两秒？你用心算的。太厉害了。怎么算的？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他每一秒都会往下拉，所以你认为两秒之后就变成零了吗？这个速度多少？这速度多少？另外一点多少？另外多少？你还是朋友。另外多少？我们要讲嘛，只有这个速度为零啊。等于二十除以二。错。这是四十度哎。哦，二十乘以四十五。错。二十乘以跟真的是两秒。等等，我真的是两秒。不是啊，怎么是两秒？怎么是两秒？你两秒怎么来？请上来算。等等吧，我不是两秒。二十除以十等于二，这就是两秒。不是是零吧？没有，我觉得一定在两秒。那个水平的那个箭头是什么？那个水平箭头。变化量还是方向？这个吗？不是，你刚 BY 那个。BY 这个箭头是代表方向，这是一个向量的意思啊。速度都是向量啊。所以你说箭，你那箭头画上。主要是一边上面一边这样子。这两边不能写的啊。这个箭头是代表。这个箭头代表 BY 的方向啊。BY 就是又往上又往右，所以还要变成。对。因为你只要知道往上的力量是多少，它就是这个方向嘛。这个方向你可以拆开成这个方向的。垂直速度跟水平速度的分量嘛。对啊，但是要怎么把它开大？我已经给你45度了。我不会呀、啊。你不会拆解几何的问题，那是什么问题呢？好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45度角。那我觉得我知道还不错。45度角的话，这边跟这边的关系是什么？画个大，这边是根号二，根号二，就是，一根号二，对不对？我是好。大家要请关系什么一根号二？哦，没事，我知道。什么？一二。它长度比啊。哦。这是一个没有。都是十。不是十啊。没有，它往这边飞十也往这边。这边是20，这边的长度是20。这边是多少？是根号分之20。刚好二分之二十，好，假设这边的 vx 不知道 ，vx 比上20会等于一比上根号二，这相似三角形啊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画相似三角形。我是不是在画一个相似三角形？我不知道啦。所以你是要解释说为什么那边是根号二分之二？对啊，所以 v x 是不是等于根号二分之二十？怎么算出来？你用比例啦。我的比例啊。那个看不懂，你先写那个。我这两方式得到英文，我不能算是一个小时。对，你先写中文。那写中文小手断掉吗？二十比 x 等于根号二十。啊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你们是这样写的吗？来，讲一次哦。这是一个三角形，这边是一根号的三角形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我现在这边的速度是20。我先把它拆开成一个。垂直方向的分量跟水平方向分量上下问题，有没有问题？有，没有问题。所以我这边的是 vy， 这边的是 vx。那 vy 比上20会不会等于1比2根号二？会不会？相似三角形嘛。啊。vx 比上20会不会等于平方根号二？对，所以你看 vx 比上20 ，vx 比上20。等于一比上根号二，是不是这样的 ？OK， 解开把20乘上去，是 vx 等于根号二分之二十，有问题？有问题？确定没有问题啊？不要客气啊！不要敷衍我啊！确定没有问题啊？问题的应该是数学。
你有问题啊？上三角形，没有关系啊。我现在跟你讲啊，相似三角形就是对应边的比例关系会存在，会一直存在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所以你看，我的斜边比上高度，你会感觉斜边比上高度，就是相似三角形。哦 ，OK。这样问题，这个你学会了吧？啊，所以不用说，我以前没学过，现在学就好了。哦，这是二十开根号底下。哈哈。再讲一遍，怎么会二十开根号？二十开根号。不要随便把开根号。开根，开根。这个东西会等于什么？二分之。是十根号。耶，答出来了。BX 跟 BY 会不会相等？会啊。会相等，数字上相等，但是方向上是不一样的，方向成九十度哈。所以我们已经知道它的这个数字多少，跟它二，有问题？好了，请继续告诉我，什么时间点会在最高点？同学，你的问题在哪？你要讲啊 ！V D 图就好了。头好痛，哪里很痛？哪一个点开始痛？从一开始。哪个一开始？不要告诉我上一节课啊！我还是搞不懂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。B Y 还有 B X， 我们任何一个向量，任何一个向量，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成 X 轴方向、Y 方向的分量嘛，可以吗？怎么拆呢？我们是从这边，从这个顶点画一条垂直线下来，这个就是 V X， 同不同意？从这边画个垂直线过去，这个就是。它的 Y 方向的分量，同不同意？它这次都是直角三角形，是不是？对啊。直角三角形我们学过嘛，所以它就有相似三角形的关系。所以假设我知道这是一，这是一，这是根号二的话，哦，它就有相似三角形的关系。这个斜边长，斜边长跟这底边的关系是不是？根号二比上一，对啊，对吧？出来了，所以是一分之根号二。来，一分之根号二怎么样？等于根号二。等于什么？根号二。废话。废话，然后等于什么？这是这个三角形嘛？它大三角形来看的话呢，是不是等于 V X 比上 V？ 哦，对啊。对吧？那你是不是可以求出 V X？ 我把 V X 放过来，把根号二除出去 ，V X 等于什么？根号二分之 b， 哎，这数学上没有没有问题。那是 b 二，对，那是 b 二吧？哪里 b 二？那个根号是根号二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。然后是哪个东西？两个根号写成这个。啊。这是根号二。是吗？是吗？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哈，它这东西跟这个一样，我只把 b 换成二十而已。啊，不知道接下来怎么算。啊、接下来怎么算？接下来怎么算？我们要知道啦、啊。因为我们只要求它垂直，我们是不是学？我们是学过的事情是 A 等于什么 ？T 分之 B， 那 B 等于 A 那 B 这没问题吧？根本做不用。啊，这是一个。有初数的一个，有初数的，有初数的一个 V T， 对对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初数在这里，初数呢，这是我们看的是垂直方向的速度哦，所以它一直往下掉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刚刚不是冠宇画出来那张图，就是一直往下嘛，速度它的速度越来越小，是的。啊，在这个点是不是速度为零？垂直方向速度为零。那我们来看啊，这个 T 是多少？这个 T 是多少？你怎么看？就跟这边的一样。所以我们的速度是什么？速度是什么 ？V X 减掉 G T 嘛。这是不是减掉 G T 误区嘛？那斜率。对。时间是 X 轴嘛？对。这个有问题，这个 V 是有问题。啊 ，V 等 A T， 我们把 V 等 A T 拿过来啊。加上一个首项而已、啊、加上一个常数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 B X 知道嘛 ？B X 就是十根号二，减 G 是不是十 ？P， 所以推的什么？那等于零啊，不要等于零嘛，因为
最终这一点是哪一点？嗯。T 等于什么？全部过去了。全部丢过去了。B 是哪根号的？就算出来了。哦。经济够不够简单？哦。嘿，安尼猜不？安尼猜。有问题？有。阿晴啊，那从这是你说。B 是故居啊，哦不是 ，B X 选 B， 为什么 B X 选 B？ 我说 B 在哪 ？B 是每点的速度啊，这是一个函数啊 ，B of x of B of t 啊，你随着时间在变化的 B 值啊。我是后面减掉的。什么？后面减掉的。哦，你说这个吗？这段时间。这个不是，我们不是知道吗 ？B 的 A T。那我说那里的 B 是？这 B 是。速度啊！我是在哪里？哎，正常来讲，这个图形，你讲的 A B 的图形长这样，对不对？这个图形呢，常数量多少？常数量是零啊。这是我现在讲的数学哦。我们再来一次哈、哦。F of x 等于 a x 的时候呢，它的图形怎么画？有没有通过零？有，通过零，画对不对？斜率是 a， 斜率是 a， 有问题？斜率是 a 嘛？斜率知道吗？知道啊。斜率知道吗？加速度大于零。啊 ？OK， 如果说 a 是负的，会答怎么样？往下。一个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要是斜的，向下就是变负的啊、哦。好。那我如果说后面加上一个 b 是什么东西啊？后面加上一个 b， 图形怎么画 ？b 是什么 ？b 就是个 b 啊。啊 ？b 就是个 b， 那我要画个毛？你不可以画吗？哎，我们画图怎么画？首先啊，在里面找一个 b 点，在里面找一个 b 点。x 轴啊 ，y 轴。在这边找 b 点还是在这边找 b 点 ？y 啊。y 啊、哦，当 x 为零的时候 ，y 是 b， 对，对不对 ？x 为零的时候 ，b 是一样的，画个斜线上去。啊，不对 ，b 就是这个点，垂直位的高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对照看 a x 相对。对照这个图来看的话呢，这个初数是什么？初数就是 b 嘛，就是你的，当它时间为零的时候，这个高度是就是我们这边的 b 值，嗯，是不是？它的斜率就是 a 嘛，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加速度。对。OK。所以简单来讲，从 VT 图来看，就知道说它这个函数图形 v of t 等于 vx 减 gt。减 g 的意思是我们重力加速度嘛，负 g， 这样带过来。有问题？那我们知道这个点，这个点有条件啊。这点这个条件就是 b of t 等于零嘛，对，在数学上就要求根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求根嘛，所以当它为零的时候，几率可以算出来 ，right， 对不对？来，谢谢。好，问一下啊、哦，现在不知道最高点到最高点所需要的时间是？小玉，你没有说到懂不懂的点啦、啊？你说。哪里？减 gt， 你不要把 gt 减掉，那不是一个 b 吗？是啊。对啊。它减了一段啊。对啊，它哪一段？它把 v 零啊 ，v 零跟 vx 到零的那一段啊。v x。好，我知道你意思。简单来说，我经过一个，经过一秒的时候，我经过一秒的时候，我的速度应该是多少？这个速度应该是多少？经过一秒，速度是不是少了 g？ 经过一秒，速度是不是少了 g？ 因为我的加速度是 g 啊，是负 g 啊，速度越来越小嘛。我经过一秒之后，我一直往上爬，对不对？嗯。我的加速度是负 g 啊，所以经过一秒之后，我的速度是不是少了 g？ 那错啦。对不对？所以这一点速度是 v x 减 g。经过两秒之后，速度多少？Vx 减 2g， 经过 t 秒的时候是多少 ？Vx 减 gt， 对 ，Vx 减 gt，
屁居。哎，我的方法没有，都不错哦。错没有，去听听那比较顺啊。这样就懂了吧？屁居 ，OK。屁居很顺啊。哪有？所以呢，当我们从一开始，哎，同学，从一开始抛出去，到最高点，时间知道了。我问你哦，那到落到地面时间多少？啥？就落下来，就落到地面。哦。跟他出去一样的时间。不，所以是多少？出去的时间呢？什么？出去的时间是零啊。比如说出去的时间。没有，我都往上飞的。跟前半段所需要的时间是一样的嘛？后半段所需要的时间是一样，所以这样全程时间是多少？乘以二，是两倍嘛？对，是两倍。说向上到最高点的时间，对，看下向下到最。哦，简单来讲，你看到这个纹理很丢哈，往上丢。做的地道是一样。稍微观察一下，到最高点看到最低点，往上抛到这边停，从这边开始往上掉，掉这边点，这所花的是一样，前半段、后半段不一样啊。不一样，它一直都被地心引力拉。不一样，二次函数。你有除数啊？它是二次函数。它下来就有末数啊。末数。它越来越快。可是它下来的时候会越来越快。是时间不一样啊，时间不一样，你向下是越来越快，那你向上是越来越慢啊，越来越慢。所以你最下面跟你给上去的，然后下来的后面是快，然后这样子，就知道它是一样的。啊，你看了，从这边就知道了。我们前提是我们假设我们知道说，我落下来的速度，陈宇可以接受吗？我这边讲出速是一个 VY 向上。我经过时间掉在高手上那一刹那，是不是 VY 向下？可以接受吗？因为这是我们讲说能量守恒嘛，没有变。你出去的能量是二分之 mv 平方，下来是二分之 mv 平方嘛？对，所以 V 不会变嘛？不会，方向改变而已嘛。V 的大小没有改变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小没有改变，所以你可以接受吗？我这边画过来一样是这边是 Vx 负的。那这样画这一段所需要的时间，这一段时间时间是一样的，可以接受吗？这几个图形，你要想一想。对，相似三角形，看到相同，比是不是相同？有，掉不掉？所以方向是两倍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以接受吗？好，想一下，好，问一下，那既然我们都知道它可旋绳所飞行的时间，比方水平运动时间，水平运动距离花了多少？运动了多少？水平前进了多少距离？两底相接啊。它水平运动的距离 L 等于多少？哦，什么叫 L？ 水平运动的距离 L 就是距离。啊，它走了多远？一样是二根号的。为什么是二根号的？因为它是四十五度。看你怎么飞啊，就是这样哦。我们在算这个距离的时候需要什么知道？需要什么？需要那个三角形。哪个三角形？两个合力的三角形。这个吗？我们需要这个速度吗？需要这个速度？不用。不用这个速度？听说不用，但我觉得要。你觉得要？我觉得要。给你加一点。哎。要不要都可以。其实都是我跟他讲的。可以呀。自己不讲多一点。啊，都是纸了。我们一般来讲，我想要知道我两秒钟都会走到哪里。你是不是需要知道这边的速度？速度乘上时间，就知道我可以走多远了，不是吗？我已经知道从这边开始，动，时间知道了，动，对不对？动减速。那我时间知道了，我差一个东西，我就可以知道它走多远了。差什么？哦，是距离，对不对？速度，对不对？我叫水平速度，水平速度在前面就算出来了 ，Vx 嘛，是不是？嗯。毕业刚刚算出来是多少？十根号二，啊，时间多少 ？t， 反正 t 二十根号二，二根号二对不对？时间是二根号二，四十，这两个相乘等于多少？四十。哦。OK， 所以就算出来了，够简单吧？够简单吗？好，我们既然会算了呢，我就把它变成用代号来算好。我们现在用一个必然角前进，速度呢是 v， 请告诉我全程飞行的时间是多少？全程飞行的距离是多少？全程飞行的时间是 t，
一点多少？让我想一下啊、哦。多少？不是二根号了，我们现在换成代号了 ，B。首先我们会知道它会是一比一比根号二。错，西塔角，西塔角不知道。西塔角不知道嘞。好吧。用那个三角。没有，用三角函数。可是这边好像蛮多没有学的。好，既然有人不知道，就把三角函数写一遍。算西塔角。假设这边距离是一的时候呢，这是西塔角，这边是 sin 西塔。Yes。这边是 cos 西塔。cos 西塔。然后这边是 tangent 西塔。啊？跟你不用了，跟你不用。Tangent 能管斜率哦。你现在需要斜率吗？不用。不要啊。好。所以呢？各位看一下，看一下 ，b 比上 by， 所以 by 等于什么？一比上 sin 西塔。好。v 比上 by 等于一比上 sin 西塔。所以 by 等于多少 ？sin 西塔。一比上一比上 sin 西塔等于 v 比上 by。对啊。好，我们来写一下。一比上 sin 西塔等于 v 比上 vy， 啊，所以 vy 等于一 ，vy 等于什么？一 sin 西塔 v sin 西塔 v sin 什么？你相似，这都错了。我们习惯来讲，都会把那个 sin 讲在后面，对，嗯，比较顺，会直接丢后面。对。你看到我把 vy 移过来，我把 sin 西塔乘过去，哦，对不对？就 vy 等于 v sin 西塔，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有问题？没有。我讲太快吗？讲太快，讲一下哈。好。哎，可是兄弟，是，那不是刚好相反吗？什么相反？哦，没事，好呀，没事的。好，那这个 vx 等于多少？我开始换算超多回了。哪里 ？vx 等于多少？sin 西塔分 fv 的 sin 西。对，到这边。cos 西塔 b， 啊 ，b cos 西塔，你为什么？所以，他这里就错。对，所以你已经从那边知道了，它的向上速度跟水平速度，麻烦解出来。但是 cos 西塔不是 t， cos 西塔你就想象它就是个值，值是多少已经可以查了，可以用计算机找得到。但是呢，我现在不用你去换算它，你就是找点它 cos 西塔或 sin 西塔的。的这个字形，把它当成一个，对，当成一个常数，拿去计算，不用换，就你不对了，直接拿去计算。你的答案里面已经包含了sin西塔跟cos西塔。积分sin西塔。哎，什么积分sin西塔？就是时间啊。时间是积分sin西塔。没呀。我没有去算，但答案课本都有。但是我需要你给我的是计算过程，然后不要给我答案，给我计算过程，算出来的。我们就先算出来前三个，我们加三点，加两点哦。好，算出来就把计算过程给我。什么好麻烦？这是个过程，好不好？